觉今天我们离开望仙谷，然后从上饶的火车站我们去婺源，去婺源的一个黄岭这里住一晚上看一看。刚路过这里售票处，发现这里还是人山人海。到黄岩旁边的民宿了。刚才一路上来，我跟两个，也是路人吧，旅人，然后一起拼了个车，然后三个人100块钱出车过来。然后那出车司机可见聊了，一路上跟我们介绍到处风景，然后还加了他微信。明天从这里去雾女洲的话，我就跟他约好，让他过来再接我。然后我们进了这个民宿，然后给大家看看什么样子。我感觉还可以。一张床，然后我选这个样式有点这种中式的风格，这个灯也是这样子，这边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桌椅啊，一个小电视，一个沙发，这里面有个浴缸，感觉还行吧，有一点点氛围感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很正规的洗手间，我应该晚上就会在这洗澡了。这个民宿一晚上好像200多块钱吧，觉得还行。那我们换身装备，然后就去黄岭转转。好，一会儿黄岭见。前面有个小池子，里面有一些鱼，但我现在看不到了。刚刚那捞啊，等，都躲在拐角里面那个红色的鱼。反正这都一条民宿街吧，现在等一个人过来接我们和另外两个小姐姐一起去黄岭景区。Hello， 我们到黄岭景区了。我觉得对面的山才很好看，绿绿的，然后底下全都是水稻，也绿油油的。哇，这个绿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绿。然后这边大家来看看这个游客中心，我感觉人还好吧。我们现在我已经美团上买好票，然后我们去坐索道。刚才和我一起乘车过来的两个小姐姐是从莆田过来的，我问他们，这两天是不是要刮台风啊？你们那里？他说他们就是为了躲避台风才出来玩的，有想法呀。坐索道，有种要去滑雪的感觉。这个缆车有点闷的，感觉好热，估计因为太阳一直在晒，就导致这里面很热。稍微起来了，稍微凉快一点。外面能看清楚吗？看看，还可以。这边应该好看一些。给大家讲个好玩的，刚好在等缆车的时候，后面有一对。应该是夫妻吧，年轻的小夫妻。然后那个女方在跟老公撒娇说：“啊，老公坐缆车我好怕。”我是有被撒了一点点狗粮。我又想起来一个比较搞笑的事情，刚才那个我跟一个小姐姐聊天，她说。你是玩抖音吗？我说为什么这样问我？他说我看你这个穿着打扮，还有这个手上的装备，很像玩抖音。我有那么像玩抖音的吗？我都不玩抖音。那说实话，我就觉得这山绿葱葱的，然后这种棱角非常像夏威夷啊或者海岛那种山，有没有感觉就是侏罗纪公园那样子的？到家了。楼感觉有点衰败呀。让他们尽兴吧，来的来了，还行了，没得烦啊。这里门票145，美团上买的，然后比望仙谷贵了45块钱，望仙谷是100块钱，不过它含一个索道，所以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有一个婺源民俗文化展览馆，
应该一些路远的传统文化吧，宗祠、宗法这里。这里一个广场啊，就是那种农村生产队的感觉。这里有那种放大幕的电影。黄岭大队全体社员大会。晒的辣椒，晒秋，晒好多玉米，应该是假的吧？村落就在这里。晒秋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金色的各种美丽的小姐姐在这拍照呀，各种拍。那边还是。师傅，你这是在弄什么呀？稻草。稻草。打草鞋的。哦，打草鞋是吗？哦，这就是那个草鞋是吧？好厚实。火了，我这里转了三个街呀。好嘞。这水凉吗？知道，该你了。我给你压，别凉。你给压，我给你压。美术馆。我蛮喜欢这种徽派建筑。刚刚师傅说，很久以前这里其实就属于安徽，后来划到江西。今天我感觉今天星期四嘛，客流量还行啊，并没觉得很挤。各种各样的硬盘，应该是梁绿。这就是小红书上说的什么必打卡吗？什么什么什么瀑布来着？叫什么瀑布我也不知道。不要比耶，看我。让你走一圈。哎呦，小姐姐站的位置有点危险的。我们来摸一下这个水凉不凉。哇，好冰啊，好凉呀，准备的。这站在瀑布旁边，好凉快，好舒服，不想走了，天然空调。刚才那师傅说，这个泉水是从山上那个镇来的，而且是可以直接饮用的。我靠，刚才我在这好热，把帽子一脱，我忘记我眼睛还卡到我帽子上，结果这个眼镜直接。就掉到这个树丛里面去了，然后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捡了，损失一副眼镜，啊，200块钱。就是这个设备在一直喷出这种雾呀。哦，它是把水给气化了，我感觉。我好伤心啊，那副眼镜我还蛮喜欢的，戴了好多次。我要回去再买一副，我把这副眼镜永远留在了黄岭。那个瀑布的地方有我的足迹。我们来这个供销社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这种地方一般我都很喜欢。你还是放在你们取的那个地方，放在那边。这是谁？黄岭小吃。刚才在这个阿姨家吃一个茶叶蛋，2块钱一个，很实惠啊，非常好吃。她用那个大锅灶烧的，然后放这卤了很久，非常入味。可惜我想留点肚子，不然我就吃两个了。那晚上回来我可以再吃。晒秋吗？菜也问我们这边，菊花多少？菊花、辣椒、
辣椒加菊花，这是倒的辣椒呀。然后我在路上看见小姑娘也在吃那茶叶蛋，然后说好好吃，她妈妈说再去买两个。没有看到黄岭纳凉集市。哦，这边应该是可以换装然后拍照片的。这里是哪个？一些编织的蒲扇呀、啊，不求人，这啥？削背的。男人忽悠女人叫调戏，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，互相忽悠叫爱情。回看我就错过这个爱国桥了。众多的这种徽派建筑里面，共缺个德克士。我好爱这种小巷子，安静，现在没有人声。晒球啊！我刚用无人机拍了几张很不错的照片。这个西轮子看得好舒服呀！还有这种。应该可以直就可以直接喝的，很凉快。真的真心蛮佩服那些穿着汉服过来拍照小姐，一天得流多少汗，还要补多少妆，还要弄得美美的，真的厉害。怪 weird house 就写着的呗。走吧。它是反着的，底下是顶，上面是地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哪个？这个特色小吃麻薯。哦，麻薯。麻薯。昨天逛了望仙谷，今天逛了这个黄陵，我算是搞清楚他们这个设计的套路了，就是各种扭来扭去小径，各种连，让你有 N 多种走法排列组合，对吧？就是你想最有效率的走完的话，你要思考一下，像我这种瞎走的基本上
要不就是会 miss 掉一些东西，要不就是会走很多重复的路。就有点饿了，但感觉这个里面好像不像昨天望仙桥很多吃的，你去找一找。我看到一个美食街的指示，冲啊兄弟们！我真的是饿了，我在这个地方逛了一圈，我感觉我都想吃肉夹馍、什么粉啊、什么盖饭呀、还有鸡腿啊。我想想啊，我挑一个。看着就很好吃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里面是梅干菜是吧？哎，梅干菜。好了，付好了啊。谢谢。没有吃的饼吗？买了个梅干菜饼。嗯，很浓的梅干菜味道，好吃。装。哎，我就想喝点东西，但我又不想喝一大杯的奶茶，所以我刚刚看到这种非常小杯的绿豆汤，不是很甜。哇，这才解暑，非常爽，真的是最好的东西，绿豆汤，没有之一。臭豆腐。他说那个，再吃个冰淇淋，坐一会儿，凉会儿。全部在等晚霞，可是没有晚霞今天。今天这个夜景有点失望，感觉不是很好看。无人机飞了一下，也感觉不给力。而且今天周四也没啥表演，就这样吧。我昨天就被这个装置给骗了。我抬头一看，我说：“哇，今天是满月，月亮好圆啊！”我发现，我靠，原来是个假的。这里也有一个，跟望仙谷的一模一样。远看真的蛮像个月亮的。因为那个索道要到八点半才开门，才可以下去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景区再转一转，感觉现在蛮热闹的。哇，这好神奇啊！这是水珠，接下来形成这种形状吗？这景观还蛮神奇的，一定的速度低下来。我感觉它一定是流下来。其实它的水还是往下的，快速的水平，等它往上。我讲错了，原来是它水是一直往下滴，但是它上面的灯光照出来的光线让你感觉它水好像往上流。刚走下来，又要在原路往上爬回去，多难受！哎，好多锻炼了。在这种放老电影的这个拖拉机，有没有感觉的？放啥呀？机动战地雷战之类的东西。现在不对不好了，我也准备去排队下山了。现在人很多，可能要排会队。今天晚上这个黄岭的夜景我有点失望，可能也没有看到什么表演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三连，拜拜。